有人要向萧阳提问的吗？我来问一个吧。好。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哇！我的爱情这一块。这话问不太对，这话问不太对。汪雨桐，看好你。汪雨桐，我们律师就是要问问题，就要直奔主题，问本质，别跟我来忽悠别的，就直接了当。好，一个。没了，没了。汪雨桐擦了擦眼睛。不是，然后萧阳，然后萧阳望着汪雨桐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眼泪熄灭了。好吓人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雨桐真的脸红了。我很想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知当问不该，有一点点害怕问出来。那就别问了。但是我还是想问，就是首先我觉得我第一次跟老师们见面的时候面试，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非常差哈。就是老师可能会觉得我有点无可救药的感觉，像我这种干了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但是可能在法律专业这方面还不够特别的那个。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们，就是有什么建议？有一部电影叫《永不妥协》，我看。嗯，你很像里面的女主角。哦。嗯。哇，那其实是一个女性成长史吗？而且他不是一个学法学的有法律功底的，但是呢他慢慢随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长，他对当事人的利益是感同身受的，真心去解决当事人的问题，然后呢也非常接地气，善于发现细节去找证据。其实你从这几次你的课题考核来看，我觉得你跟女主角越来越像，在我心目中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会有他那样的成功。我会加油。我好喜欢刘律啊。感同身受的共情，精准枪枪实环，雅琪加油！那我说两句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有点紧张。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，你之前做了所谓的那是所谓你自己所谓的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觉得这是你的财富啊。人不轻狂枉少年，你在少年的时候，在青年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去做的事情，那太正常了，太美好了。循规蹈矩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太多记忆点的，就是因为这些你跟别人做的不一样的路，走的不一样的道路，才会让你真正的铭刻于心。然后你又能很快的回来，这更加棒了，知道你自己最终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就这两点。谢谢。没错的。陈律的孩子好幸福，太幸福了，好爸爸。下一位，我问刘律吧。你要问我什么？我替在场的女生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作为一个女性，在律师这个职业发展过程当中，你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然后你又是怎么克服的？我是30岁的时候做的合伙人，然后又是做政府调查应对的，就这种 case 的项目，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不仅仅是对律师，其实对当事人也是。可能因为一个政府调查就会有破产的情况，所以当你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第一个质疑的是你的性别，第二个质疑的是你的年龄。嗯，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小姑娘在他面前，他怎么敢把这么大的一个 case 交给你来办？所以这可能是要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，我不去正面回应他说你要相信我呀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不，我就直接开始跟他聊他的 case， 10分钟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客户有没有拿下来。燃起来了，感觉是的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清华有一个教刑法的老师叫劳东燕，是位女性。劳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来，当时我们有聊天，是我毕业前最后一次聊天。然后就跟我说思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同样一个 level 上，你需要比同级的男性优秀很多，你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。哦，好感动。
胡明浩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做律师没有案源怎么办，然后言语也问过我说有一些 social 的场合需要怎么办，所以我能跟大家说的是我自己是一个四线城市过来的，我父母在北京也不认识人，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你自己专业能力打下来的，你是靠自己卖命卖出来的，不容易哦。做律师确实不容易啊，尤其更加是做女律师更不容易。我是刘思远，我主要的业务领域是争议解决和合规，细分领域是证券合规和证券诉讼。面试的时候你们的专业题基本都是我出的。我先来说一下啊，你这个报告最大的问题是它就不是一份报告，就整个的东西从基本的形式上来说就不行，如果要给你提意见的话可能要从最基本功开始教你。已经对我们定义的已经是 hash 了吗？我觉得我还蛮温柔的。第八章也是 A。 你们找这两个点不错啊，但是这两个点想要论证下去，能不能走下去，你们要是论证清楚的，不能给客户太乐观的估计。X 先生为了公司整个的发展，为了推动中国民营火箭的进步，把他自己全部的身家都投了进去。其实现在局面也是我们非常不希望预见到的。我是完全偏向这边的。我不管今天香港丢不丢脸，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？给所有我们在场的优秀的女律师们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思远，思远，你做到了。思远，你做到了，而且我们相信，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实习生们也都能够做到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觉得除了自己以外啊，可以这个问题可以包括自己，就是你们觉得谁是这里面你觉得最有可能拿到 offer 的？从言语开始，言语说那一定是我了。没有，经过跟大家多次交手之后，逐渐心态开始虚了起来。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是肖阳。